OK， 开始啊，今天录一段最新的一个小游戏，只有500兆，叫 For Various 祖先，作为一个开局。哦，有四个地形，就选第一个吧。第一个因为它有这个 tutorial， 有一个教程。这里是各种统计资源的情况，速度、地图、鼠标操作、菜单、村民的满意度。OK， 进来了。有了这个大本营。需要挖一个井 ，OK， 那就挖一个井。哦，在这里，哎，0%啊，这没水，29%，哦，越蓝水越多，哎，这个100%，哎，这也是可以建的啊，不光光是河边。尽量的靠近这个大本营吧，来一个，速度加快一点。不能够挖了，为什么？我需要招募一个建造者，在大本营里面。只派一个建造者 ，OK。雇佣建造者 ，OK， 来一个。只能找一个吗？哦，只能找一个 ，OK。资源啊，现在收集资源了，木头和石头啊。派收集者去收集木头和石头。OK， 1个、2个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有3个难民要加入我们，那当然好了，加入。非常重要，应该。渔夫小屋靠近河边。OK， 在这里，附的食物里面，这里建渔夫小屋。加快速度。3倍。石头少了。没人了吧？哎，有一个人。OK。游戏的画面还是比较精致的啊，虽然只有500兆。什么意思？可以一个吃鱼了啊，只派一些渔夫，只派渔夫。OK， 然后只派一个运输者。
他一个运输者，没有人了，那就这里面捡一个吧，再加一个 ，OK。有水和食物了，现在要建庇护所。帐篷，帐篷，这里吧，为六个人提供帐篷，那这个帐篷只能住三个人，那还得建一个。不对啊，我们一共是八个人，那还得建。现在不着急，渴和饿。一些新朋友到了，哪儿呢？刚才的那个上面，我们能够升级附近的资源。点，升级。不升级的话，会资源消耗结束。到那个时候就必须修建什么木头营和矿和石矿了，是吧？建一个木头的站，建一个石头的站。刚才说是升级呀。像《人类起源》，但是我个人觉得画面做得好玩，更虽然有点 Q， 但是更讨人喜欢。下雨可以增加水的产量。这个符号就表示缺人了。没人呐。建完以后再重新分配，升级完以后。
低落，哦，要修这个神社，修长椅，修椅子干嘛啊？他们就不会坐在地上吃饭。建一个房子呗，修一个神社。神社在哪里？应该在这个用具里啊 ，utility。神社，哎，这里，就建这里吧。长椅呢？是，哎，这是椅子，椅子应该建在他们家门口吧，吃饭方便吧，对吧？那就在这里吧。现在还是零，那可能是不是通过这个宝箱里面拿把金币？我怀疑是这么回事，但是居民好像领不了。哦，二一二三可以控制速度。再发生了，啥意思？哦，有敌人，那就，果然要修这个护卫战兵营吧，指派一些人作为护卫，建护卫战，然后雇一个护卫，那应该在军队里面吧。剑士吧，弓箭手，这个什么东西啊？枪兵，盾牌手。哎，哦，没有人，没有人，那我现在从哪儿找人去呢？路途很重要啊，那就从这里先砍一个人吧。
枪兵，这什么意思？一，哦，这里面第一组队伍里面有一位枪兵，哦，那这就是上帝一二三四五哦。那现在干嘛去呀？去找难民去。哦，派护卫去找难民。哟，这怎么干上了？哦，一匹狼，小 case 吧，应该。选右键，打开这个命令，个人的命令啊。嗯，连这都他都干。这是什么？狼窝吧？你估计是狼窝。哎，干掉了。哎，果然这里面有六个金币，那这里多了六个金币。啊、哦，他现在干嘛去呢？我刚才讲点右键，那我现在。你接着往上啊，探索去。哦，叫这儿啊，哦，可以探索，还可以移动，还可以进攻、防卫、巡逻。哦，嗯，木头怎么了？村民能够恢复健康，哦，那就行，那就 OK。这个要用完了，哎，接着探索去，兵够呛吧，一个兵肯定够呛，撤吧。一到这儿来看看这儿有什么，再找一个弓箭手，耽误自己，赶紧找人，找人搞。探索，探索。嗯。我操，这两匹狼打不过了吧？完了！我操！哎，对，赶紧跑！我操！赶紧跑，然后赶紧建新兵去！我操！再来一个枪兵吧，这狼窝没除啊。哦，果然这个东西它可以当兵的，可以把这个东西取回来。
建什么 storage dumps 啊，建这个存储站。不敢去啊，那边有敌人呢。这个哥们儿血量涨了一点，哎，我的这个木头怎么没了？操！赶紧看一眼，哎，不让建，怎么回事？哦，要建这个玩意儿。怎么还没找到人呢？什么情况？哎，上不去了。哇，这边找不到人，我还不信了。Transport it. 用户 transport it. 雇佣这个招个弓箭手吧。石头好像没什么用，再捡一个人。
哎，干上了，这应该没问题吧？啊 ，OK， 搞定。这个最需要的是人口，人口，人口。地图不是很大，三次了，重新来一遍。操，这哥们渴了，回去喝水去了是吗？我靠，渴了困了都不行。嘿，我操！先回去，这有可能是在这个地方，应该是这个地方才有新的难民。哎，这个敌人的宅子被发现了，哪儿呢？怎么会集市在呢？草，
对。打起来了。哦，哎，这有人。哦，刚才在建的时候还没有，现在这个什么意思？这个是不是要我可以建呀？我在怀疑呢。就是我可以建在这儿，果然我的领地不让他们搞了。可是我还没发现这个村民啊。去的，哎，有一个加入者，好，但是没有发现村民，还是没有发现村民，没有发现难民。哎哎哎，这里是，这里是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终于找到你了。OK， 找到他们了，找到他们了。现在赶紧回去，我真缺人，缺得厉害。紫菜，紫菜，紫菜，紫菜。嗯，发现敌人的营地了。要干掉他们是吧？哦，在这儿，好吧，先恢复一下体力吧。先给大房子，这样比较好看吧？对的。到处乱跑了，待着吧你啊！长长雪，可以再上去，跳着去。
这雪回复的够慢的。酒足饭饱以后才打仗去的。该打起来了，打吧。小 case。从现在开始一切都靠你了哟，那就是说这个教程结束了，开局就结束了。 OK 啊，到这儿咱们开局就结束了啊，就先录在这里，因为这个游戏可能一时半会儿也是时间很长，我们就先做个开局，保存一个进度吧，保存一下进度，看啊，这个 confirm， 然后剩下的咱们再以后再重新做一个新的视频。